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业余环境音。今天是2021年12月11号星期六晚上8点03分，今天是好天气，温度摄氏17度，距离耶诞节还有3周的时间，台北耶诞气氛已经越来越浓。今天我们特地挑了一个周末的晚上，来到信义区来感受一下耶诞节的氛围。虽然现在还是新冠二级警戒，但是因为本土案例已经好几天都是零例，大家都戴上了口罩来街上溜达，感觉台湾人还是非常守规矩，由衷感谢大家的努力，我们继续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。今年的耶诞节，信义区有17米的耶诞希望之树，同时搭配有光雕秀与音乐，非常的受欢迎。微风南山前也有星诞光廊与雪花造景，与浪漫十足的生命之光。人行空桥上也都安装了美丽的灯饰，让许多人驻足拍照。废话不多说，今天就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感受信义区的耶诞气氛，感受一下热闹的街头生活与环境音。我们来散步吧。要小声吗？
Thank you.
十分五倍券，单笔支付满1000元，进入这个活动不能错过，免费喝包括清净机、小米手环等多项好礼，重要的好康优惠，请上 APP 投放官方粉丝团。Thank you.
爸爸，你不要过来。Thank you.